来这个呢是找个细女的，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他说个高度？因为细女呢今天才跟我们说，因为我 po 了张照片，跟着他说起码高一点啊，他什么遗传了我高度，跟着细女即刻说蛤，他遗传了你的高度其实系啦，本应佢哋系谂住揾细女，但细女嗰阵唔喺香港嘛，系啦，咁所以就揾咗佢。因为我系全家最矮嗰、那个，系啦，咁所以其实就唔好 make sense 嘅。系啦，即系如果话佢系遗传咗我哋高度，就好似唔好 make sense， 应该系细女遗传咗我哋嘅高度，咁就会即系啱啲咯。哇，咁样好开心噶，会唔会啊？黑 feeling 啊 ？OK 嘅，冇错，已经惯咗。